点 ，no point。哎 ，brother， 很久不见哦，最近怎样哦？谁是你的 brother？ 我们从小认识到大，你不是我 brother 还有谁哦？如果你不是要卖我东西，你会叫我 brother 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好像很久没有见，所以约你出来，顺便介绍东西给你这样咯。Direct sales， 保险 ，property。没有啦，我这个不是什么 direct sales， 我是说以面对面且非定点之方式销售产品还有服务。不 direct sales 咯。可以这样讲啊。像你刚才又讲不是 direct sales， brother， 你真的是很幽默啊、哦。没有吧？我是怕你有点抗拒，所以没有得让讲这样子啦哈。但是现在你大概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brother， 你想要月入过万吗？不想。你想要时间自由吗？不想。你想要财务自由吗？我很自由啊。你想以后看 menu 的时候，只是看左边，不用看右边吗？我左右不分。你懂什么是 passive income 吗？不懂。你有看过《穷爸爸还有富爸爸》吗？我爸爸很富有啊。你知道网络复制的力量吗？我没有力。你知道什么是吸引力法则吗？不能说的秘密。Brother， 你可以好好聊天吗？没有。